原来那只猫是你家走丢的呀。温迪，你也是来帮忙的吗？帮忙？唉，我倒觉得需要帮忙的其实是我。诶，我看你刚才好像也在问玛格丽特小姐的小王子的事。哦，所以偷走我备用的新铁弦的那只猫名字叫小王子吗？虽说看到蒙德的生灵如此自由自在是件好事，但未免也太为所欲为了吧。小王子就是这样调皮机灵的宝贝呢。好像巴巴托斯一样呢。真是巧妙的比喻。还是先找到小王子再说吧。今晚我还有演出，拿不回备用弦的话，可就要让听众失望了。话说，猫咪为什么会去偷温迪的备用琴弦呢？猫咪都喜欢玩毛线团的呀。星铁做的琴弦蕴含着风的元素力，有超乎意料的韧性，所以平时我都卷成毛线团的样子戴在身上了。这可是吟游诗人的小秘密。咦，你说那弦上有风的元素力？那好，我们有线索了，旅行者，快用元素视野查看一下吧，应该会留下什么风元素的痕迹吧，比如脚印什么的。靠你们了，小王子应该就在城里的商业区和居民区附近，是一只纯黑色的猫。啊，对了，这块鱼肉是我家小王子最爱吃的，你带上的话兴许会派上用场。不想再给安东尼哥哥他们添麻烦了。再加上一份萝卜石蔬汤。封神啊，快看那边那只，好像和玛格丽特小姐描述的一样，那应该就是小王子吧。站得高，声音就传得远。还真是警觉呀，就这么让小王子跑掉了。想办法从他身后接近吧，最好蹲下来，好让脚步轻一些，不会飞就是麻烦，嘿嘿。如果不放心的话，不如先用鱼肉来吸引小王子的注意，猫都喜欢吃鱼的吧。鱼肉没有了的话，就去附近的湖里抓，快点行动吧。诀窍只有汗水。哥哥他们添麻烦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小王子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终于回来了，可让我们好找呢。哎，小王子呀，你怎么忍心这样抛弃我呢？已经进入二人世界了吗？还有你的新铁弦在这儿哦，温迪。还真的被你们找到了，我原本都不怎么抱希望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用这弦为你们办一场专场演唱都不过分呐。啊？离小王子这么近的话，我对猫过敏的体质果然又……怪不得你没有自己去抓它。总之帮了大忙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温妮莎大人，愿您注视着蒙德的目光依然清澈，不知世界还有我
有没有像您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坚强了呢？来点火花吧！那玛格丽特小姐的猫呢？你还真惦记着找猫呀？小王子已经被旅行者缉拿了，顺便还带回了我的宝贝星铁弦。晨曦酒庄的酒果然和传闻里的一样，值得夸奖。这酒平日里我可一杯都买不起呀，赶紧趁这次机会，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温迪的酒量真是太吓人了。哎，是你们呀，我刚才都没注意。都怪这酒太让人陶醉了，像我的诗歌一样，值得流传千年。这种飘飘然的感觉，难道就是风之元素的真谛？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应该让每一个风的子民都好好尝尝这酒。为了美酒，干杯！第37杯了。迪卢克老爷在做什么？我在数这个吟游诗人到底喝了多少杯。他应该还不知道，今晚酒水只对骑士团的人免费。等他清醒了，我会把账单给他的。迪卢克老爷太残酷了。开玩笑的，反正那账单他也不可能还得起，还是算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果然不是一个凡人会有的酒量。啊，是你们。我只是出来透透气。琴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旅行者，容我再次感谢。能这样和大家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精神。而且我也认识到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比起诗雅骑士，果然还是蒲公英骑士更适合我。诗雅骑士代表温妮莎为蒙德而斗争的过去，而建立西风骑士团之后的蒲公英骑士代表他所期望的骑士团的未来。不论在高天之上还是身旁的柔风里，温妮莎大人一定都还在注视着我们的。听凭风影，自由之风会指引前进的路，今后也请与我们同行吧，旅行者。